老公。老婆。啊！呀，好疼！我回来，我啊！老婆，老婆，好奇，好奇，松开！干嘛？你放手，放开！又不是你老婆。哎呀，你跟他来硬了不行。宝贝，我爱你。赵小乐。没被发现吧？好奇，你又出现了。好奇，然后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每次都跟被捉奸一样。没声音了，来，出去看看，出去看看。好奇，的确是心力衰竭的症状。你要知道，老年狗最常见的病症就是心脏病，这不是因为你没有照顾好，都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不应该那么逗它。谁最爱我？好奇，谁最爱我？好奇，谁最爱我？谁最爱我？好奇，你真棒，永远都不许忘记。回来了，宝贝。老婆，好奇好像不行了，我应该怎么办？老婆，听医生的，他现在非常痛。我们的建议是，还能撑多久？放心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他那还没有起飞。妈妈在飞机上面，她可能赶得及过来看你，坚持那么久，辛苦了。你保护她保护得很好，非常出色。没事，你的任务交给我，我会跟你一样忠诚，你不用担心，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兄弟，你安心走吧。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。